哇哇，四弟好会撩。谢谢谢谢，好，亚兰哥先稍作休息一下。对，我先访一下银轩，还没有补讲感言。谢谢亚兰哥，还特别换男装哎，好辛苦哦。哎对，下一档歌仔戏可以找银轩一起。对对对，你私下邀约。你搞我哦！我伊讲叫我改一改，表示他同意来参加。欢迎谢银轩参加歌仔戏，支持台湾文化。谢谢。好，亚兰哥稍作休息一下。银轩啊，谢谢。2015年到现在，几乎是年年入围金钟奖，今年严格算是第六次，但是第八个奖项入围，终于以你还记得吗？是以《四楼的天堂》得到视后。我知道，我知道。对对，要不要讲一下？补讲一下对《四楼的天堂》的剧组的感谢。视线看向直播的镜头，《四楼的天堂》。嗯，还好我跟心仪导演很熟，所以我想我可能刚刚急忙着在台下谢谢跟我坐在一起的女演员们，以至于我没有听到。嗯，对，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然后我等一下会好好的去跟心仪导演赔罪。然后两出戏我真的非常都我都非常的喜欢，所以很感谢，真的很感谢。你当初有没有想过是哪一部比较有机会跟胜算呢？老实说，不是，是因为，我想说，俗女入围了很多项，是，但是得的好像没有我预期的多，所以我本来第一个念头听到的时候，我以为是俗女，对对对，但结果我自己搞错，就是我的整个脑袋是空掉的。不会，没事，你今天缔造了金钟这个电视转播的一个最高潮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跟师弟一样高潮的一个画面跟词汇，没事。我真的是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我觉得很棒，真的。那接下来有哪些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可以先预告一下吗？应该明年会有一个已经拍完的作品。那应该是还不能够透露那样。那现在也有已经在谈的一些电影跟那个剧集的拍摄，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再有不一样的样子呈现给大家这样。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庆祝？等一下，等一下吗？或是奖金怎么运用？分享一下。我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庆祝，但我已经在想我要怎么赔罪。把奖金都给《俗女二》的剧组吗？演艺文之类的。我再想想。再聊一下。再想想。恭喜银轩。谢谢。赞。谢谢谢谢。赞赞赞。谢谢。金马到时候见了哈，1119。Oh my god！ 好好好，等一下这个再聊。好，再聊。谢谢银轩，谢谢，这边请。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